中营女长的校长蔡桥敏，甲科技大学的学校代表，甲企业单位的人员共同签署着学经一条龙的这七六联名合约书。未来中营女长学生会当伫读册、休寒、休落的期间，到企业起来这打工，毕业了会当来到林地企业来就业。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是家事群科，还有餐饮群科，那我们就是邀请了在地知名的家事还有餐饮群科的企业主，那还有在地的知名的南印大还有江南药理大学来做这个企业还有学界的结合。校长表示讲，技术型的高中重视着基础人才培养，学经一条龙的计划，找来着家政甲产业相关的企业做着合作，让学生伫在校三档会当有打工的机会，同时阁有三间科技大学会当来合作，让囡仔想要升学，也会当来简单来入学。边读书边赚钱。期盼同学们在学的三年的期间就已能够有很好的工作经验。那同时，如果针对想要在就学的同学，我们也邀请了在地的知名的大学科大，能够提供孩子们有很好的就学的管道。那提供孩子们在要步入大学之前能够有很好的学经的经验。今天七六革命的签约仪式，合作去跟咱甲中营女长的家政科群有相关，而连锁的美发集团嘛来分享着目前产业的趋势。反倒是在网络上追风的、跟潮流的、跟着趋势潮流在走的这些顾客，反倒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所谓的急于去开发、吸引的一个顾客。那当然，这些其实都很需要在年轻一辈的生命军吼。其校长就表示讲，透过着合作计划推动，未来学生不管是要爱经历，还是要爱学历，或者是讲就学升学难背，咱会当一边挽救，因为学校已经帮你宽好好。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